好，倒数会议这边有欧文，还有我们的拜。好，今天到我们的教练了。今天我们要来干嘛呢？今天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们，还有辣椒跟糖糖，哦，他们要来体验冲浪。那我们就跟这个蓝洋啊，启豪哥借了一下场地。哦，那手上拿了一支棒球棍，身为一个 surfer， 这样子去沙滩应该不奇怪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拿棒球棍？我们要敲Wilson。哦，你的Wilson哦，我们要把它打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等一下应该是要玩什么游戏，对不对？转圈圈，然后敲它，就是要听一个人。那敲到以后呢？敲到可以吃啦。哦，所以吃完西瓜以后，我们就要来冲浪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应该是要好好的来教你冲浪。对。哎，大家都知道威一是不教冲浪的，所以你们算是幸运儿。对。啊，为什么会来教冲浪？因为我觉得，想当初啊，我第一次站上冲浪板，哦，感受那个海浪的那一个一秒钟，应该只有一秒，因为站上去的时候，对，我就觉得哇，所有的一切啊，那种烦恼都忘记了。所以我想把这个快乐呢，第一次的快感，也带给你。还有第一次的高兴，可以三秒就好了。还有三秒的话应该是欧文，但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可以帮助你们再上冲浪板。好，加油。可以的，脚是不是很痒？对啊，小黑文，好，五十两特产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去海边吧 ，Let's go。哎，太专业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太专业了。这是电动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哎呦，哎呦，看看这个。啊，好热。耶、yeah ！庆祝我们的冲浪。嗯。酒量不太好，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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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错啊，不错不错，怎么可以说出来呢？啊，到时候大家都把我灌醉。好，今天我们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日子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日子要来冲浪不得了了哈，这应该是我们的日子啊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教辣椒跟糖糖他们来冲浪，哇，我觉得如果能在这个天气的状态下挑战成功的话，我个人是会蛮有成就感的，我相信他们也是可以玩得非常开心。至少他们是不怕风雨啊，再冷都没有关系，所以非常的期待，非常的期待。那等一下今天的时间呢，我们就非常的充裕，所以可以在这边好好的放松，吃吃西瓜，喝喝酒，然后下水冲浪。哎呦，最后上岸的时候，搞不好还有特殊服务哦。嗯，哦，欧文的脸现在是这样，镜头都水，镜头都水。哦呦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先来玩一个小游戏。好，我们要打西瓜，打 Wilson。Wilson， 哎，不要打我。哎 ，Wilson 的话会放在这里，你要转十圈，这样子转十圈，然后闭着眼睛，我们就这个平心了、啊，就自己闭着眼睛从那边走过来打西瓜。打一下，如果没有打到的话，要怎么样？喝酒。可以打两下吗？好，可以打两下吗？打两下吗？你讨价还价哦。然后打两下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就请糖糖先啦。一、二、三，好多，六、八、九、九，对，最后一圈，十，好，往右，往右，往右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再见，真的。往下，对，往下，然后再一次，来，再瞄准一下，来，跳，哎呀，哎呀，差一点嘞，被你差那么一点点嘞，真的，好，先喝，好，挑战失败，获得9-1，OK，可以的，要辣椒啦，辣椒。来，准备，闭着眼睛，转十圈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，八点的哦，再转，再转，还没，好，可以，好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别打，举起来，
棒球队吗？我先，再来，好，往前一步，好，在这里，拉一点点，好，就这样，打。柔韧结束了，我还没有打到。真的，我觉得你必须要体验的。对啊，啊，教练是很累的，教练要教冲浪。我们这个小游戏玩完了，准备要来下水冲浪了。扶着以后再站起来，来，三二站，很好，这样就对了。我觉得我好像在当兵。我们这个教学比较粗糙啦，那正式的其实非常多东西要学，还有很多海象啊什么。但今天因为是要让他们体验，所以我们会在旁边去做介护，主要让他们感受到冲浪的快乐。所以呢，我们教练的职责非常的重要，保护他们的一切安全。我们就下水吧 ，Let's go！ 哇，整个乌石港里面最美。没错，套紧了以后要把它压紧，对，然后这个放在斜后45度，好，这个放在这个位置。太紧了，对。可以，越紧才安全。没问题了，我们下水吧。手一只手滑，对，不会，哎，你有概念呢，你有概念，很好，没错。在冲完浪，我们在做深层的放松，没错，运动按摩，哇，哎，这个服务怎么样？非常高级。我们这个团队不得了了吧？不得了，会冲浪，会健身，又会按摩，没错，好幸福哦，很幸福吧？真的可以先睡一波了。对，他会认真按的。现在是按肩颈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哎，为什么从肩颈开始呢？因为大部分人的颈部上半身都是比较紧绷的。因为我们的辣椒是 dancer， 所以会很常运用到腰部的动作。臀肌。臀肌哈，所以常用力的地方会特别容易酸吗？特别紧绷，疲劳。特别疲劳。对。好好放松他的臀肌。还行吧，辣椒。开心带我们的朋友糖糖跟辣椒来冲浪，他们也非常的厉害。
体验冲浪一下就可以成功了。在今天浪比较难的日子里，他们这么辛苦呢，我们当然也是要提供专业的服务给他们。刚好我们的欧文跟我们的学长都是这个按摩师，运动按摩修复师，所以冲完浪有幸的在这个时间里面为他们做按摩。各位，我们之后可能也会找更多的朋友来体验冲浪，那我们下次见吧，各位，海上见。